听说最近有人囤了一批货，要走海路。走哪儿啊？谁不知道你凯哥这两年在日本这趟线做的是风生水起？这么多年，你就这么耗着？我是这么随叫随到，你好意思吗？咱俩还有一关，我哥。他意见有那么重要吗？不管世界怎么变，认准的兄弟不会变。真他妈不给我面子！谁敢打我哥？凯哥让你干嘛你干嘛？凯哥让你去死你去死吗？死呗。那年月，谁有钱谁才是英雄嘛？过时了，知道吗？我只想活得简单一点，任何事就要干成。我是警察，你以为你们是谁啊？我们是兄弟。啊！我再帮你说最后一次，让谁去死？我们办个仪式拜兄弟吧。这世界的事儿，几十年一轮回啊。